先忙啊，我先讲个电话啊。好。那个，喂，请问你，喂，是布莱恩吗？哎，是。那个，由于你们上次配对之后，那个女方跟我反映满意度是蛮挺不错，而且你们现在也会试一下出去约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呢，是打算给你们安排一个甜蜜小互动，我们做最后的，我们做那个配对后的追查。好，哎，那你们两个都同意吗？对呀，都同意是不是？那你们，我跟你们说哈，你们可以立刻前往动身前往一个地方，那个机场那个机棚那里。懂吗？对，去机棚那边等我。OK OK，好，拜拜。OK，拜拜。啊！可是我这样录不到画面呢。知道了。出任务了，出任务了。等我出来。哎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去接后面你，后在哪面里？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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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我里？走，走好走。好的，OK，我去接你。干嘛？所以说啊，等一下呢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个电话，喂，喂，那嗨，个嗨，我在旁边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是你的吗？哎呦，对，嗨，怎么样？那个后座的问说，我可不可以跟啊？他们想跟你们过去看啊？哦，哎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五人座呢？哪一个？